礼拜梁皇宝忏，借由真诚恳切的忏悔，让身口意得到清净。梁皇宝忏的内容，其实是为我们开示如何从三界六道当中生死轮回的凡夫，透过真诚恳切的忏悔、皈依、发愿、回向而修行而成的方法。还有修这个白云老禅师所教的这个弥陀净土简历修行法。就是在这个，尤其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圣诞，就是鼓励11月19日之前来礼拜，所以这个是对于导归净土啦、修行净土有很多的这个帮助。对，因为我们在礼拜梁皇宝忏的时间一般都是4天或是5天那我们也有6天的，然后最后一天是这个佛前大供于前圆口施食，所以这个是名扬两利的。真心恳切的忏悔可以帮助众生借拜忏因缘忏悔所有的罪业，从此就能够持戒不犯，更不能起慢心嗔心，而且还可以对贫病无依的众生生起慈悲救护之心，时时处处都不忘失菩提心。十方新闻郭义文、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